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买了游戏本，却羡慕同寝室用台式机的室友，大屏独立外设确实更爽一点。不用担心啊，你还有一个方法挽救，那就是外接显示器。今天啊，就给你们安利两款适合不同游戏本配置的性价比显示器。一，泰坦军团 P27A2G 适合 RTX3060 显卡以下游戏本外接。作为一款不到900的显示器，不仅有 1080p 144Hz 的 IPS 面板，同时支架做工颜值也不拉胯，支持升降 99% 的标准 sRGB 色域覆盖，画质表现中规中矩，对于预算紧张又想高刷的玩家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二 AOC Q27G3S 适合 RTX3070 以及以上配置的游戏本。作为 AOC 的新一代小钢炮，其外观颜值面板参数都进行了全面升级，配备27英寸的 2K IPS 面板，支持165赫兹刷新率，同时还有 10bit 色深以及 HDR10 技术，比起普通的 IPS 面板，在色彩对比度方面更有优势，平均 Delta E 为 1.16， 色准表现非常优秀。学设计、剪辑的同学也能用它实现简单的生产力。如果想要低价入手这两款，现在拼多多双十一大降价就是好时机。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，进入拼多多百亿补贴数码专场，泰坦军团 P27A2G 不到900 ，AOC Q27G3S 只需1500多，同时还有5199的苹果新品，全是正品，认准百亿补贴标志即可。买数码产品双十一一定要去百亿补贴比比价，花几分钟省几百。感兴趣的老哥们，赶紧冲吧！